敬礼上师金刚萨埵。这个时代，大恩上师以大圆满智慧观察，也如是应定，大力提倡共修，以期依仗本尊愿力、密咒加持及共修之力，迅速消除弥天黑夜，重现安乐曙光。南无，是顶礼上师金刚萨多佛尊。从今天开始，乃至成就菩提之间，我们都始终以身解信，皈依三部佛、五部佛、千部佛，乃至无数诸佛坛城的主尊上师金刚萨多佛尊。圣解信是没有怀疑的深深信念，深信金刚萨多大慈大悲，他的愿力真实不虚，心咒的加持真实不虚。因为我们所依止的本尊，其愿力加持已经圆满，绝不可能空耗。但要使上师金刚萨多的加持真正融入自相续，唯一取决自己的信心和恭敬心。所以这个深解信极其重要，为整个世界消业而念修金刚萨多。阿字代表一切诸法的法界圣意本性，代表远离执着，代表般若波罗蜜多的无生大空性。念阿字时，安住于平等大清净空性中，这叫做真如等持。在自己前面一肘高的虚空中，观想如大海般广阔无边的精美贡品。在贡品前上方，观想一朵表示远离轮回杂染的千瓣白莲花。观想莲花上有一无毛欠缺，如同十五的圆满月轮。圆满的月轮表示远离一切过失，具足一切功德的断正圆满。又观想月轮上如流星瞬时划过夜空般出现一个光辉灿烂，表示绝空无二之本体的白色轰字。光辉灿烂的轰字由十方诸佛一切身与意功德事业的加持，涉及一切智悲力的功德，以及有情世间的精华，并无余融入此轰字，显得光辉灿烂，就如自痴梦中居然醒来。这叫做专注一缘观修微细种子字。又观想一瞬间光辉灿烂的轰字变成了本体为五等大悲宝藏具德根本上师，形象为几百部既蒙本尊于一部之自信的报身金刚萨多本尊。金刚萨多本尊身色宛如十万个太阳照耀在雪山上那般洁白，一面二臂，右手持五股金刚杵于胸前，左手持铃于腰际，以十三种圆满报身服饰庄严，双足皆金刚加夫座，身体放射无量洁白色的智慧光芒，
遍照十方世界。这叫做专注一元，观修粗品本尊身。金刚萨多身体等犹如水月或镜中现影像一般寥寥分明，现而无自性。发机表示从本以来不迷乱，而且在他相续中应持大智慧。一面表示法身唯一圣意明点。双眼表示如所有智，尽所有智。两耳表示二谛双融。两个鼻孔表示自他二力任运自成。嘴唇表示平等大乐。牙齿表示圆满四十二寂静本尊坛城。舌头表示轮涅平等周遍。二臂表示智慧方便无二。十个手指表示五身五智。两足表示不住轮涅二边。身体十二关节表示清净流转之十二缘起有之。十个脚趾表示圆满五方佛五佛母。完整的身体表示一切功德成就之身。自毛孔中发出的智慧光芒表示八万四千法门。绫罗五衣面流肩披飘带腰带裙子珍宝八饰五佛冠耳环项链臂串璎珞手镯脚镯足环十三种事物表示以大悲悲悯有情或者未断五欲而显现清净妙相庄严的装饰。绫罗五衣表示圣福五毒烦恼。珍宝八饰表示八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按密宗内序部讲，右手持金刚杵表示圣意不坏的金刚或者殊胜的方便。上面的五谷表示五方佛，下面的五谷表示五方佛母，上下的莲花叶表示菩萨菩萨母，珠幔表示极净本尊，中间圆形的杵柄表示远离一切戏论的无上法界功。按密宗内序部讲，左手持铃，铃表示圣意智慧，所以铃的上部有金刚界自在佛母的面相，其上半个金刚杵
表示乐空二者互相应持。林上八朵莲花上有八个种子字，表示金刚界自在佛母以外的所有佛母、菩萨母。半满璎珞以及上下两圈横竖的金刚杵，表示以殊胜方便来庄严殊胜智慧。有些灵的内壁有嗡阿轰三字，表示佛尊的身语意。灵舍表示大乐的源泉，或者能证的智慧。内壁的圆形空间表示远离一切戏论的空性法界。以上皈依、发心、观想圣尊，是四力中的第一力，所依力。这是一个如法忏悔必须依止的方面。真正升起皈依圣尊之心，又升起利益无量众生的菩提心，再加上圣尊的身相明观于心前，三个方面聚合起来，就有忏悔的强大依止力，这样忏罪力就很强。下面念一遍观想圣尊记。啊，自前如海共云中，白莲月轮坐殿上，不足金刚萨多尊明现洁白。我们无始所造的无量罪业，现在如法发露忏悔，一定要让罪业当下清净，在未离座时就请您加持消灭罪业。上师金刚萨多最慈悲，不会嫌我们罪业重，越是敢发露，越是发露得真诚彻底和直接，加持也来得越直接快速和强烈。这是四力中的第二力，破恶力。随后在上师金刚萨多面前立誓防护罪业，发誓从今天开始，纵然遇到生命危险，之后持诵百字明金刚萨多心咒对治罪业，尽力行持一切对治往昔所造恶业的善业，如顶礼佛菩萨，随喜他人福德，一切善根回向菩提，护持本来面目等，对治自性罪和佛智罪，都是现行对治力。此法门则是着重至心持诵咒王百字明及金刚萨多心咒。这是四力中的第四力，现行对治力。观想于上师金刚萨多心间有一朵白色的小莲花殿，其上有如压扁的芥子许大小的皎白月轮，月轮上有一竖立的白色金刚杵，杵柄处有一个如毛发所化般细小的白色轰字。又观想百字明的每个字向上竖立，互不抵触，旋绕于中心的红字，并以祈祷的方式念诵一遍百字明。嗡班扎萨多萨玛雅曼诺巴拉雅班扎萨多蒂诺巴蒂查智卓梅巴瓦苏多卡尤梅巴瓦苏波卡尤梅巴瓦。
Ano rado me bawa. Sawa sada mame jaya ja. Sawa gama sudza me. Jidang shiyang gudu hung.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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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 Baga wan. Sawa tatha gada. Benza mame menza. Benza bawa. Maha samaya. Benza bawa.Maha Samaya Sado A.右观想，从上方对面上师金刚萨多身体的所有部分，心间的咒轮，以及月殿莲花中源源不断的降下以智慧和大悲为体性的白色甘露，经自他一切众生的头顶流入。又观想，把自他一切众生的所有疾病都变成腐烂的脓血形象。又观想，把自他一切众生的所有魔障都变成青蛙、鱼、蛇、蝌蚪、蜘蛛、狮子等形象。又观想，把自他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由身与意所造的无量无边罪业都变成烟脂、炭脂、灰、烟、云、气等形象。又观想自己下方的大地裂开了，同时犹如飞泻的洪水冲走土尘般，脓血、青蛙、胭脂等，这一切全部被甘露之流毫无阻碍地冲走，从足底、肛门、身上的所有毛孔处排出体外，向下流去。又观想，所有男女冤家债主围绕着中间，头发竖立的死主阎王。他们全部都张开着口，伸着手，张着爪。又观想，脓血、青蛙、胭脂等，这一切全部冲到他们的口、手、爪中，同时以慈悲心念诵百字铭。如前，观想佛尊降下至悲的甘露，一遍遍的冲洗，并不断念诵百字铭。如果有充裕的时间，应反复做此观修，这对着重以质量为主的行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又观想，居于地下的死主阎王等所有冤家债主全部都心满意足，至此以化解宿乱，偿清宿债，清净所有的罪障。于是死主阎王等也都闭合了他们的口、手、爪，裂开的大地又复合了。如果能够一次性的明观上面众多的所缘境，就应当这样观想；如果不能，则有时专心观想上师金刚萨多的面部而念诵百字铭，有时专心观想上师金刚萨多的手臂等而念诵百字铭，有时专心观想上师金刚萨多手中的灵杵而念诵百字铭，有时专心观想上师金刚萨多颈脖上的项链而念诵百字铭，有时专心观想上师金刚萨多脚上的足环等而念诵百字铭，有时专心观想上师金刚萨多的十三种服饰而念诵百字铭，有时专心观想上师金刚萨多降下甘露之流洗涤所有魔障罪障等而念诵百字铭，有时具足翻出恶业种子的破恶力，截断恶业相续的恢复力，专心念诵百字铭。又观想自他一切众生的身体
犹如自然水晶般成为内外透彻的光明之自信。又观想身内中央有一中脉，从彼分出其部幻化轮，心间法轮，喉间受用轮，头顶大乐轮，这四轮犹如散符一般。其部幻化轮有64脉半，半端朝上。心间法轮有8脉半，半端朝下。喉间受用轮有16脉半，半端朝上。头顶大乐轮有32脉半，半端朝下。再观想如前那样降下至卑之甘露，从自身头顶大乐轮、喉间受用轮、心间法轮乃至其部幻化轮全部充满白色的甘露。又观想由四轮分出的体内一切部分乃至手指、脚趾间全部充满白色的甘露，犹如水晶宝瓶装满牛奶一般。观想甘露降到头顶大乐轮时，自他一切众生由此获得了宝瓶灌顶，清净了业障，相续中升起了喜智慧，现前了化身的果位。观想甘露降到喉间受用轮时，自他一切众生由此获得了秘密灌顶，清净了烦恼障，相续中升起了殊喜智慧，现前了报身的果位。观想甘露降到心间法轮时，自他一切众生由此获得了智慧灌顶，清净了所知障，相续中升起了极喜智慧，现前了法身的果位。观想甘露降到其部幻化轮时，自他一切众生由此获得了聚义灌顶，清净了习气障，相续中升起了聚生喜智慧，现前了自性身的果位。总之要这样观想，上师金刚萨多以大悲眼关照我们，以具有加持的柔和之手做灌顶，赐给我们从总的一切罪业中解脱，尤其是清净失坏誓言的罪障。由此自他有情的相续中成就一切世间圆满以及出世间地道功德的诸悉地。善男子、善女人，你们所违犯的一切罪障都已清净。自于这样的开始，又观想上师金刚萨多化为光融入我们的身体中，又观想以上师金刚萨多化光融入为助缘，自他一切有情变成了透明洁白皎月色，一面二臂持灵杵，圆满报事加夫座，放射至光遍十方的金刚萨多佛尊。